社会焦点来看到，开车违规还跑给警察追。高雄名驾驶开车窗兜风，但没有系安全带，被员警逮个正着，要求他停车受检，结果他不配合，狂飙逃逸，遭警方前后夹击，还开车门拔腿狂奔。警方一查发现，他不但酒驾，还是一名毒品通缉犯。马路上车的多，黑车驾驶却管不了那么多，油门一踩，横冲直撞，涉嫌逆向超车，还闯红灯。从大街穿进小巷，发现没路，车一丢，门一开，改用两条腿狂奔躲警察，但鬼力哪赢得了骑车员警？都无哪个讲啦，有没有其他的？没有啊。原来这名男子持毒酒驾，还是名通缉犯。当天开车外出，摇下车窗兜风，却被眼尖员警发现没系安全带，担心被抓，不惜当街上演玩命关头。同样跑给警察追的还有他。来，停来，停来，停来！骑车没戴安全帽，被逮个正着，无视鸣笛，把员警喊话当耳边风。哎，好啦，好啦。你敢唔停？我讲真正诶，你走啥位啦？我要上班未停吗？拒检逃逸，加码被逮到酒驾骑车。算算，这名男子已经第四度酒驾，而且无照骑车，明知违规还侥幸上路，碰到警察心虚窜逃，下场罪加一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